会掉下去的感觉。手机不见了，天哪，就不见了，它被水冲走了吗？哎，拍摄拍摄，要提到宜兰呀。倒木用牵的好了，这个时候就要扛车了。小西山登山口，现在似乎被侵蚀得很深了，已经没有简单了。哦，完全没有浅滩了哦。
夏天就是要玩水啊。之所以呢会来统后林道这边露营，就是为了它的溪水。在十几年前曾经就来这边野营过哦。那这一次呢，一个人 City 放我两天假的机会呢，重回统后林道这个大礁溪山的两溪汇流处哦，然后来做这个 solo camp 好。那刚才呢从新店捷运站骑进来，骑得满身大汗好。那现在呢就整个这样子洗澡洗得干干净净的好，那晚上就可以好好的吃，好好的睡一下。手机不见了，天哪，就不见了，它被水冲走了吗？好，就找遍所有的下游，整片都找遍了，就是没看到，不见了。结果最后掉在这里，这个缝缝里。我又重新拿回我的手机了，吓死我，这个手机才买两个礼拜而已。还好找回来了，还好找回来了。这只是新的 Pixel 6a， 不过它虽然防水，可是刚那样进水大概随便也有进了十几二十分钟，所以到时候会不会进水呢？很难讲。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提供波比，还好有找到手机，还好没有被冲到下游去。要不然呢，就 BBQ 啊。
应该会教教的，但是里面不熟，就是好玩啊。大创出了一系列的小东西，小砧板、小滤网跟小烤盘，啊，想说拿来玩玩看，那蛮好有趣的。一个人的话是蛮好玩。喷油喷油，我都掉下去的感觉了。我相信里面绝对没有虫。煎的结果，里面还不够。哇，那个汁好多呀！好吃。好喝，好喝。香肠呢？OK 耶。我们刚才很不顺手的煎，但是煎很好吃，而且有熟的感觉。但是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想说来试一个比较安全一点的煎法，就是我们切小片来煎。看起来好很多哦。哎呀呀呀！好了，管它的，五秒内抓起来上烤炉吧。其实我还要买一个稍大一点，应该会比这个好用多了吧。我这个刚好可以放进我们的便当盒里，尺寸比较刚好，它也是特意为了这个便当盒设计的小烤盘。好好吃哦。啤酒要省点喝，就带两罐来，想要背三罐啊，但觉得实在有点重，就拿掉一罐，好后悔啊。奶油架。接下来我们还有照烧里脊猪排要处理，直接统统丢进便当盒里面，把它弄熟就吃掉了吧，因为实在有点多啊，糟糕啊。我的鳕鱼香丝宵夜应该是吃不下。照烧猪看起来不错，因为实在是太紧，所以呢先用三片起来，然后两片先摆旁边，等一下再热。我发现一个可怕的事情，下面烧焦了，只好先擦一擦，等回去再洗。绝对不要在溪里面洗这些东西哦。来，我们吃吃看。好吃耶。很嫩，很 juicy。 我怎么会以为我吃的下午片。超饱了。
带来的东西都完食了，留下一堆一堆很脏的餐具。那刚讲过了，我们千万不要在河里面洗这些餐具，除非它是还蛮干净的。哦，像今天这个烧焦的，是很脏，超脏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把垃圾直接装进去当做垃圾桶了。哦，然后最后呢，再用密封袋把它装进去。好，其他东西呢，我们就先用干的擦一下，再用湿的擦一下，再用干的擦一下，就像是用湿的卫生纸擦屁股一样。哦，先把一些油给擦掉，可以用湿的再去把它擦一次，把它擦干净一点。你看这样擦一擦也蛮干净的。然后说啊，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？哦，真的是自找麻烦。为了测试这几个小便当盒的能耐，我带了一堆莫名其妙的食材来。一个人露营呢，东西还是简单一点的好，吃完顿饭就饱了。你现在都会出不含酒精、哦、不含香料的湿巾，这种其实就还蛮适合的，蛮适合拿来擦餐具的，这个蛮干净。对，开始这个擦一擦，擦一擦，有干净了，简直是跟洗过一样哦。这样就不用洗了，不过真的用到蛮多卫生纸，所以每次都要带很多卫生纸。还是刚讲的，没必要呢，其实真的不要带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食材就好，吃得饱就好，好好享受大自然，享受山林里面一个人的宁静。早上出来装个水，就捡到五个宝特瓶，哦，有些还是整齐的切开来，哦，然后堆在一起，整理在一起，放在河边，这根本就是故意丢的。好，那大家千万要爱惜我们的河川，爱惜我们的大自然。那这个有机会，如果大家顺手有余力的话呢，就当大家把垃圾给捡出去了，当作做好事了。好蛋，可以吃喽。哇，刚刚蒸好的小笼包，哦，冒烟。
里面肉是一团的。这样蒸还不错，所以呢，这个小便当的蒸笼的功能是很不错的，很 OK 的。剩一点点而已啊，应该是吧。Oh.